世界上女生那么多，追不到，再找就有了。你除了会画贴图之外，你还会做什么？我还有在写业配文跟在网络上卖东西啊。哦，你还会写业配文卖东西啊？我一直都有在经营这一块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最近也有在做假画制片。你要叫我帮你写业配文？对，反正你也会写业配文卖东西，那要不要帮我们？那你把照片寄给我，我就可以帮你排版一下，然后写业配文。好。这杯谢你了。对了，为了来庆祝我们合作愉快，拍一张。拍一张。来，来一，靠过来一点呢。下一个，一二三。Hello。我觉得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们这样就好了。我的天哪，你这个书呆子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男女授受不亲啊？哎，我可是很正直而且很专情的人，我跟你说。专情？所以你现在有喜欢的人了？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就再也没能忘记你的容颜。啊？500年前，匆匆的一眼，换来1000年后的相遇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就是没有追到，现在呢，我只能在他身边默默的守候他。世界上女生那么多，追不到。再找就有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也想去上厕所。你后退一下，后退一下，对不起。